Hello， 新年快乐！我是爱女生二月号封面人物李国毅。私底下我比较偏向舒服跟自然为主，那平常都会必备的就是格子衬衫了。不管是穿着或是绑在腰上，那这是我让我很有安全感的一个穿着。所以格子衬衫我大概有30几件吧。我是李国毅，想拿到我亲笔签名的海报吗？一定要锁定二月号的爱女生哟。